台湾上灯火秀的电视剧《招来白》甲十三姨，总共2000几集，足足演十万年。今仔日邀请到内面的主角做伙来开同乐会，现讲现演。刘一金，两万。我有讲我要卖吗？你无卖，你切啥？你若行在路边，敢着你着要赚？我妈妈若摆路边，敢有通赚？一个上 B P 的演员伫遮。哎呦，我对，为什么？哪里有？哪里呢？是个。规个招来白个十三亿，你上几回？哦，唔对吧？是哦，对啊，白明华阿姨卖身。是是是是，嗯。伊给我8回，嗯，叫我阿爸哦。所以，阿招来阿妈嘞，招来阿妈减你2回，阿你叫招来阿妈叫啥？阿妈哦。所以 B P 就你家，嗯，年纪上大，恩上细。对，嘛不上细啦，上细是迄个掉地位啦。偷听问安迪哥哦，第二 BB， 第二 BB， 第二个哦，迄个叫做潘丽丽哦，丽丽姐，那个叫潘 BB， 哦，安那讲，后面今天国准备爆料，大家知影哦，演员这些嘛，哎，无可能，大家拢中有嘛，对啊，爱叫轮啊，对啊，啊你即使无出，你都无钱啊，对啊，哦，拜托的啦，甲我排队啦，啊，嗯，存你爱钱啊，潘丽丽，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你看。因为啊，加班啊，阿你算几级嘛？算几级嘛？焦炭，伊讲迄个，伊不是点出来披萨？对啊，叫人加班，系啊，在上班嘛？系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安尼几级啵？对啊，有出现多少钱啊？你个白啊？系啊，你个啥关系？对啊！而且只有他们两个有床戏。我刚刚要脱西点，阿姨讲安尼几杯才安有几？你个啥关系？我叫来白啊。叫哪辈 ？B 十三姨的嘛，套住一个 B 丁的嘛。所以我怀孕，然后到生完小孩坐月子的时候，我第6天，你没有看过人家坐月子第6天就可以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第6天就出来演戏，我就是因为我们将来北加十三姨这个旧单元旧形态要换新的形态，所以我得要来。整个衔接交代一下，所以那一天呢，就是我一整天，就是我生完小孩的第6天，我就整个到三立的摄影棚演《娇来北嘎十三姨》。那时候我戴帽子、戴手套、戴围巾，整个穿的包的紧紧的，因为没塞去靠着风啊，所以所有的冷气全部关掉。哎呦！我那天演了10场戏，没想到今天小孩念了大学了。对，真的。对，小孩现在不用抱来吃奶奶，但他今天也把奶奶带来了。非常有诚意，把我的奶奶长辈都请出来。讲这条跟不对应现在拍摄。哎，安娜讲。钱别啊，这个戏干那个少哈。啊，戏干少。嘛不嘛，还好啦。OK 呢。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可是安排你个叫他慢完了，你也怪怪了。哇，太怪了。哎，那部也没到啦，不被熊妖呢，阿娘罗，他今晚就是很那个低的吼，因为娇兰妹，娇兰嘛吼，行到都困到都，你敢不知？真的吗？白戏吼，哪白哪困。我跟你讲吼，能过但是无爷一种。收大声，很恭喜，对，真的。娇兰妹有一天呢，我们有一场戏要进那个房，这个客厅嘛，然后我们在外面等。在等他都可以靠着墙。我阿妈王丽啊，哎呦，安琪啊，已经有教练啊，马上接了起来，马上就给呢，站着也可以睡。对啊，这么厉害是因为咱们这演员拢是主要艺人艺外吧，拢是秀场出身的嘛。对，他伊他有气的，伊专门有气的，除了叫名歌星、名主持人、名主持人，是名迄个叫小段，名演员，您不要表演剧嘛，对不对？您要表演嘛，所以现在拢是在即兴演出。所以你那种有当无本对吧？拢你嘴讲讲的就开始演了。行啊，你拢安尼啊，你拢来写左边，写左边什么意思呢？写左边就是讲。叫本正边有字，倒边是空白。系啊，爱就讲写左边。很讲很下呢。嗯哦，看下就是啊。啊，这是你什么人可以叫本无吧？无咧，你是买啊嘛？干那三条呢？是啊。剧本跟你的手法，跟你的那个 idea
突然间的那个梗啊，是让人家会为之一亮。那有那要演员够优秀啊，那当然啦，废话。弄你的演员，那来挑战那个舞台是不？舞剧本呢？好吧。哦，舞台说，哎，我就惊呢。我唔惊啊，很讲很演。哎，演啥？状况剧这里叫做咱啥演？咱啥演？你英勇啊！我是叫来背吧。你是米丁的吗？米丁的老贝。咱这所在要用都更。都更。都更。我同意，你不同意，安尼好唔好？就真简单啦。知道，是不是？你也是要改位安尼对吧？我知我知。温楚行演啦，我是要来背的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好。一背背。哎，他等下啊。开门。阿宝。安那啦。你讲未清楚，叫米丁来讲。米丁要甲你讲，你甲讲。嗯。老贝。老贝，你叫无闲个仔呀？一只贝也无滴个啊！对啊，不要紧啊，我家己落就好啊。那别讲迄阵代志，卖跟我讲。爸，我跟你讲过，我都无赞成。买啦！是啥物叫买？那你当个，那你这拿，我是有赞成。免啦。咱这所在呢，都跟吼，然后咱得当搁较侪钱，然后环境也搁较好。不是我的爱公，你在笑人呐？哈，咱这租厝，这大几代人在吃，起码话拆都要拆掉。我你心肝那敢袂艰苦？哎，这阮老爸老好过安尼，起码那拆掉的话，我手都乌一味。我变来见阮老爸是变来见。爸，你讲你有意见无？是，你讲点点，你讲这件事，因老爸老了，阿公啊。哦，那老姐那不老。老百姓对不？那是爸，时代不同款呐，总是爱改变呐。咱就是爱对时代安尼一直改变，一直转变。以前是会过去的过观念。好啦，阿林这么参详好未哈？英雄诶，阿林诶，定金拢已经收起啊哈。李林诶，阿林诶，我讲你何头跟你回去？你想我？我着我在建商啊，建商是安怎呢啊？这个何头何顶阁是我哦。啊不啊，但是哦，这番事哦，这多数吼，啊，你这少数爱服从这个多数嘛，吼。啊，大家这边有赞成的吼，伊那等等的吼，啊，伊存一票。我 OK OK。你 OK 嘛吼 ？OK。你 OK， 老伯也嘛 OK。你刚叫我等的，就是要。对对对，等这等这。啊，遐钱呢？钱那面那面都荷兰呐。你讲荷瓜，我是在你家提到。闪。你不要，你讲，这里买掉。不啦，啊，这里贵条鸡啊吼。我好定。不，钱那么回家来。你怎么看这呀？我看你听人讲这呀，所以听人讲回去你也拢经常拢无去，所以呢，我跟恁囝孙啊拢安大好势啊，吼！啊，所以你何丈你做你的，你放心，这个企业人啊大佬吼，你一人在滚瓜做。你那想要来再搞我听地方地面，开大机有啊，再加开贵哈。啊，你我来去晒你小蛋嘞，好，我来晒啊，我来看电话，有没开大机？小蛋，小蛋嘞，哎，你想啊，你想，我是公道伯啊，哦。哦，你定你我你定啦，我写按你能写的差啥？不是啦，这边都跟这边给他拆掉，我哪有可能同意的？好啦，哎，这恁老爸放火的，哪有可能？恁老爸放火做熟了，老好我爱啦，就纪念性的了。你了没啊？咱这个所在建设哦，将来才有一个希望啦。啊，但有这款哦，头讲哦，空谷里人哦，我看哦，这退休啊，和少年来跟我讲啦。我看你变农民的哦，你把眼睛干干哦。哎呦啊！我无想过我会骑一只一斑马公交车，你干哪有利可图哦？无啦，啊真的，起厝无趁钱是啥物人要起啦？无啦，你安趁伤晓啦。请问请问，米林小姐，米林小姐有听无？我是。哎，你叫诶鱿鱼羹啊？鱿鱼羹嘿，安那晓？啊，你唔是叫鱿鱼羹？多谢阿瓜姐姐，那三只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听讲你卖都羹哟？系啊。哦，未歹咧，未歹。多谢你哈。有哦。这正巴人拢讲都羹真好。有啊。当宵夜，这些我哪唔知。在人眼呐，我当时叫鱿鱼羹，我明明就叫，对啦，我明明就叫海参梅。我想，我一定要堵干你啦！哎，来，警察，警察来，警察来，我等下推开他车来给你砍，够，我等你。OK， 咔，这就是即兴剧啦，你演啥会？我们现在是穿军装也出来啊，你看嘛，你准干嘛呢？演？无啦，无安尼嘞，这就是现场考试。来，玩你，我开枪没？哎，我问了我，我没枪。你跟恁查囝嘛？去菜市啊，菜市啊，买菜。菜市啊，我买你买菜呢？鱿鱼羹，鱿鱼羹。不用讲我。去吃鱿鱼羹。哦，啊，这鱿鱼羹。你是老板娘。安娜都不好，恁两个吃呢。哦。旁边安尼按好来一杯。
一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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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开门。妈，阿你今日是要买啥啦？哪个要买啥啦？我四个要出来买菜，迄叫迄外卖外送着。我平常时只很会，我有咧买菜啊。啊，无你买叫。今日路边摊食食，都会人煮便便，咱难免生活，免创啥货啊？啊，奈得点要出来煮啊？呢，拿来拿去，个油啊、电啊、生活都要洗，他本来死无人啊，你洗啥话够少啦？我乃真好叻啊！来来来。啊、你摆一个大点么子啊？你若无要卖白薯，就摆恁家门口靠就好啊！你讲摆喺路边，啊，你若要过也无方便，笑死人咧！啊，当你若徛喺路边，感到你就要叹。哎、欸，你讲咧什么话啊？我妈妈若摆路边，够有通叹。哎、欸，你讲咧什么事啊？哦，我是要无通叹，是我袂瘾叹。哦，好啦，我妈妈袂瘾叹呐。啊，你像你安尼咧，直直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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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，你是丢搞、啊？你是出来做副件、啊？那些无卖，那嘛是超生可以带上咧。就是咩？嗯但是嘛是阮家的代志啊，我敢唔得去叫你扶？哎，你咩人？哎，头家刘刘一基上啊！啊，真的、啊？你要请来卖刘一基啊？笑！喂，哎、欸，我会当卖你呢。你话卖卖伊卖个卖啦，人唔敢卖，伊要卖伊啦，伊都看查甫甲查某才要卖啦。对，那安尼？哎、欸，你记得我哦，你看到查甫才要卖哦。对哦，那畸形的啦。头家刘，你上啊刘一基？我看你要卖啊，唔卖？你要加辣吗？我一定要加辣，就像我这样那么辣。哦，那大辣。他还要加蛋。妈，蛋蛋蛋。打啦，阿来，谢谢哦。哦，明天再来啊。投给你，我干嘛你记得？嗯，阿伯你也先卖卖啊哈。妈，阿奶阿呢？姐查甫卖，阿姐查甫。不是，我发觉。您老爸较早有去大陆对吧？嘿，就是那个小三，真的哦。所以看到咱两个白人，每个穿的跟鲍鱼一样啊。你把我人对吧？你把眼前的对吧？眼前我是真爱啦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唔带恁到是倒一个眼前呐，较大条的。哦，小块子，树里面是迄个。嗯，你是说要切片的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来来，张等你落去。陶建宇，哎，节目里面演外久。